大家呢对字典肯定都非常熟悉，尤其呢从小学开始，新华字典呢肯定是人手一本吧。作为语言的啊这种啊学习的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书，你看前前后后就这本新华字典，我估计啊数十亿我们中国人啊绝对是都曾经看过、用过、查过。而我们中国最早的字典呢，应该是这个汉代之前编纂的那本《尔雅》，后来呢也出了不少啊非常详细的、系统的这个汉字的词书，比如说特别有名的《说文解字》等等等等吧。但不过呢，先前这些这个工具书呢，还真没有被称为字典。真正被称作字典的呢，是从哪本书开始呢？《康熙字典》。《康熙字典》也是清朝自康熙之后每个读书人必备的工具书之一。到乾隆时期，就有个读书人呢，针对《康熙字典》啊这本字典的不足之处，重新编纂了一本字冠，它也是字典。但这个人倒霉蛋，他就因为他这本书把全家的性命财产啊全部都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一集就开始讲清朝乾隆时期王锡侯的字冠案。乾隆42年，就公元1777年，江西巡抚海城接到新昌县有个叫王龙南这个人举报了。新昌县就是今天的宜丰县。这个王龙南举报就说当地有个举人叫王锡侯，这个人呢家趁人直，有40里花园、10里鱼塘，所有的这些财产都是他刻书印书挣钱买的。而王锡侯所刻印之书内容啊都有大逆不道之处。随这个举报信呢还附有啊这个一本王锡侯所编的字冠，还挺厚的。王龙南啊这个人是个恶棍，估计呢报案之前有一些文人给他指点，那么到了县衙之后呢对着这个听案的县令，他还特别指出这个字冠啊，你看他字序当中这文字内就有大逆不道啊，接着他还念出来了。怎么个大逆不道法呢？就是这个作者王锡侯他在字序当中竟敢说康熙字典啊检索方式有问题，接着他就念出来了：康熙字典所收46000字有稽，学者查此字以笔字，每每苦于找遍全书，眼倦而应茫然。王龙南他就说，你看这个王锡侯他就觉得康熙字典啊这个排序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查起来非常不方便，而他编这部字冠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同一只字啊什么的都贯穿一处，便于查找。县令呢听这个王龙南这么一告发呢还有点大惑不解，这个有什么悖逆啊？王龙南一听急了，康熙字典乃我们大清圣祖皇帝御制，王锡侯胆敢指斥圣祖皇帝所编的字典啊不如他的字典好，这不是大逆不道是什么呢？听王龙南如此告发呢，作为新昌县的县令啊，人家也读书人啊，本来就不以为然。但忽然之间县令呢也意识到这个事情非常严重，这个涉及到文字啊，涉及到文字狱，他也没敢啊跟这个王龙南再多说话，马上就把这个案子呢汇报给当时那江西巡抚海城。江西巡抚海城咱们一听的名字以为像海瑞一样是咱们汉族人，不是。海城呢是满洲旗人，说句实话呢这海城的汉文水平啊不是说特别高，但他对文字狱特别积极。在乾隆39年，就公元1774年啊，乾隆皇帝他当时在全国推行这个查办禁书运动，当时国内大多数省份呢表现的也都一般，查出来的上缴的禁书呢数量啊没有多少。而就在江西一地啊，由于海城这个人呢特拿这个事儿当事儿，他查缴的成绩还特突出，2年之内呢他这查出啊他认为不法的禁书呢8000余部，所以说那个数字呢列全国之首，他当时是一个所谓的查禁书的模范。而且呢但凡涉及文字狱啊这种政治这样的案件，一般封疆大吏清朝的那些人他都不敢怠慢。海城呢也仔细审验，就发现这部字冠呢确实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字冠的繁例当中
写入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他们的名讳，分别是玄烨啊、胤禛和弘历。而在写他们的名讳的时候呢，没有实行缺笔避讳，这确实是有不敬的这样的嫌疑。为此呢，海城和他墓内那些特别懂文化的师爷吧，那些人商量之后啊，就上奏说我们地方已经基本上把这个案子审结了。他呢就向乾隆皇帝建议，要求革去这王锡侯啊他举人的这个头衔。谁料想江西巡抚海城把王锡侯这个自冠案上报之后，乾隆皇帝看得特仔细，而后大怒，就认定这事情根本就没有这么简单，命令北宫的大臣继续严办此案。如今皇帝加以督办，这案子一下就大了。海城这个人呢，实际上属于那种非常小心谨慎的这样的一个官员，他就没有料到这道奏折呢就差点要了他的性命。王锡侯编自冠的这个人是谁呢？他是江西的一个老儒，康熙52年呢，他和他的兄长叫王景云的一块儿呢入那私塾启蒙。确实是那句话，人生忧患读书史。为了追求功名呢，少年时代这个王锡侯啊特努力，他就把自己呢锁在村中王氏祠堂那小屋里，天天头悬梁锥刺股，日以继夜的苦读，一日三餐都是由他们家人啊从那个就门槛下的那个缝里头塞进去，天天钻研，埋头于八股文，死正死学10来年，直到38岁他才中举，就等于中了乡试嘛。而后呢，王锡侯9次参加进士考试，你想清朝那个进士考试每3年1次，参加了9次，不断向更高的这个功名发起冲击，结果每次呢铩羽而归，都考不上。因此进士的大门呢就对这个王锡侯啊关得严丝合缝。到最后呢，你想考不上啊，运气不好啊，王锡侯呢也彻底放弃了这个考进士的念头。但王锡侯毕竟是位饱学的素儒，清史专家孟森啊就说他是什么一头金气极重之腐儒，这种评价也是言之有过了。我们现在看王锡侯这个人，通晓训诂、音韵、义理、八股，绝对是纯儒、大儒，融会贯通。这样的人，真说句实话，在我们当今时代太难找了。就是对这个古代的儒学能融会贯通，所有的经史子集、所有的诗文词赋都能精通到这个地步，还能编字典的这样的人，一个人就编这么一本大书，基本上凤毛麟角。但他这样的人在当时的清朝，你想清朝读书人被迫钻入故纸堆啊，像他这样的人，这种文字学的学者车载斗量。为什么呢？当时这个科举考试竞争太激烈了，太内卷了，随便挑出来一个穷儒，那放到现在绝对都是一级教授这样的水平。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既然你这个富贵不可强求，王锡侯呢当时就想青史留名，文人嘛都有这念头，于是呢就开始写东西著述。这个呢，你想修书著述是读书人名垂青史最迅捷的路径，最容易达到。王锡侯他曾经啊自述过，家本贫，言最齿向人言贫，心本粗，性易带狭。从他的自述的语句当中呢，可以见出这位老王啊还是骨梗之人，人还挺正直厚道的。但清朝呢文网太密了，王锡侯并不是说完全不知避讳的那种傻不拉几的读书人啊，他知道，比如说王锡侯的本名叫王侯，但他考试之前呢就怕自己的名字在科举的时候犯忌讳，所以很早呢他就改自己的名字为王锡侯了。进士既然考不上，王锡侯呢就用了长达17年的时间皓首穷经，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啊，这哥们儿不辞辛苦编写了这本自冠。那么在乾隆39年，就公元1774年，他在友人的赞助之下，王锡侯呢就在当时的吉安隆庆寺那印刷厂就开始刻印自冠。7月中旬呢，他又在南昌分局刻印，第二年就全部刻成了，大概当时花了1000多两个银子。王锡侯这部自冠呢，实际上就是一本非常实用的速查字典。可见呢，这位王锡侯不仅是一位大儒，还是一位挺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他当时就认为汉字字典检阅起来、检索起来啊特别不方便，所以他就编了一本等于是检索本的字典，而且把它的内容呢分为天地人物四大类，就便于当时的学者呢，你作诗啊、用字啊，这个时候方便查找。那么王羲侯他编纂这个字冠的初衷呢，他在他自序当中说的特明白。自序当中怎么写呢？亲为圣祖仁皇帝，啊，这就指康熙帝了。幸由天胆，学少及稀，命陈宫纂定字典一书，搜千年之秘奥，垂三重之典章，恍恍惚惚如日月之惊天。有目者共读而快之矣。然而穿贯之难也，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未识而不知用。今字典所收数，增46000有机。学者察此以彼，举一漏食，每每苦于中篇眼倦而仍茫然。妾常思尔雅以义相比，便于学者会通。然为字太少，不足括后世之繁变，亦且亦有今古不相宜者。兹谨遵字典之音训，扩充尔雅之义力，于是部署大者有四：天文也、地理也、人事也、物类也。于四者之中，悉为40部；于每部之中，又各分条件；于条件之内，又详加鳞次。其窃用者居于前，其备用者委于后。供奉渊鉴会函，配文韵符，下至本草纲目，群会纂集，著经史有可证者，原引以著高深，且又重复可省者，烧书以便记阅。学有散钱，亦以贯之，贯非有加于钱，钱实不妨用贯，因名之曰字贯。王羲侯这个自序的字里行间啊，我们想一想，他对那个清朝的康熙大帝没有任何的不敬，而且在序言当中还极力谄媚之能事，说这个康熙帝呢幸忧天胆，学少及稀。由此可见，王羲侯骨子里啊，他就是清朝的一个顺民，没有任何反清的啊这样的思想。如果当时呢没有那王陇南诬告揭发，那新昌这个地方呢又不是像北京啊什么这样的这种这个江宁这样的大道通衢，估计还真没有什么江西以外的人注意到这本书，因为它毕竟是本工具书。问题就来了，那个叫王陇南的人，他为什么要这个告发这个王羲侯呢？原来王陇南和王羲侯这两个人是同族的亲戚，都姓王嘛，他们也确实是同族的这样的亲戚。王羲侯当时家里呢比较有钱，而且呢还有一座祖坟山，王陇南就看中了，他就想把这个祖坟山霸占了。山又大，这个草木葱茏啊，好多这个树，他挺喜欢的。于是呢，王陇南那个恶棍，就把他那个仆人叫过来，把他们这个老王家家里那些妇女用过的那些这个月经纸啊，那些秽物啊，就抛在这个祖坟山上，就王羲侯他们家的祖坟山上，以此呢就想破坏风水，同时表示侮辱。王羲侯知道这个事儿挺生气的，就打官司，把这个官司打到县衙了，说这坟山本来是我们家的，你看这个王陇南他在此抛弃这些秽物。谁料想呢，王陇南恶棍出身啊，早就率领他家里那个手下人提前上山了，而且呢很早之前还埋下了一些芝麻种子，用盐水呢还让那些种子快速发芽。而且在这个官府打官司的时候，他就说那座山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县官就问，你怎么证明是你们家的？这王陇南就说，这我们家芝麻地。当时这个县衙呢他也派人来调查，结果一看发现这座这个王羲侯他认为这是他们家的祖坟山嘛，结果一看确实就是芝麻地。于是呢这个县官也当时不辨究竟吧，就把这个山判给了王陇南了。王羲侯你想这窝囊气受了，本来是自己家的祖坟山，现在变成他们家了，王陇南他们家了，当时气愤难平。哎，没过多久报应来了。王陇南呢因为有一件这个事儿，就等于是教唆诉讼吧，这个案子发了，就被官府呢当时判处流刑，发配到这个远地。王陇南被发配之后，你说你乖乖的在流放地待着吧，不，偷偷的逃回老家了。这事儿就被王羲侯给知道，马上报官。官府一听这还了得，再次把这个王陇南抓起来，第二次又把他发配。冤冤相报何时了呢？等到这个恶棍王陇南他流刑期满，应该没几年，三年五年吧，
他回家之后就开始仔仔细细找这个王锡侯的把柄，去找他的茬。当时就看到《自冠》这个书在当地县城啊，还有南昌省城挺好卖的，王龙南更是非常眼红。出于那种报复报仇的心理吧，王龙南还花钱找了一个懂文理的这个穷儒，几个人一块仔细翻看王锡侯所编的这部字典，最终呢就找出了他们认为的大错漏。你看这个王锡侯竟敢删改康熙皇帝这康熙字典，而且呢还在书中对三代的清朝帝王都没有避讳，没有缺笔。于是呢王龙南就拿上这个长长的举报信，加上这自冠的原书，把王锡侯就给告了。而当时清朝的江西巡抚海澄呢，看到这个王龙南上缴的不过就是一本字典而已，工具书，他和手下幕僚仔细查看，查看了半天研究，认为呢王锡侯这种做法也不算什么罪大恶极，往重里说也就是狂妄不法，想出名挣小钱，而且遍查书中他没有什么悖逆之语啊。于是呢海澄就在奏折上就建议把这个王锡侯的举人头衔革去，这案就结了。同时呢他还附上自冠一书，四角都得这个贴上标签，以供呢这个乾隆皇帝预览的时候方便。王锡侯本人呢知道自己被王龙南给告了，当时吓得要死，赶紧将自冠凡例当中需要避讳的那个字儿啊重新刻印，比如说圣祖庙会，就康熙帝那避讳玄嘛，他用元字，那个业嘛他用玉字啊，那个雍正的那庙会他们叫胤禛嘛，啊就改成胤，他那禛呢用正来代替，乾隆的御名这个弘历两个字还也改成别的，原先那个弘呢这个变成这个宏大的弘，那个历字也避了，而且呢还把他自序之内其中有一句话而川贯之南这一句好像批评康熙字典的这个话呢也删掉了，把那个刻板上啊就直接给凿掉了。海澄呢上奏之后把这个案子弄上去之后，又听说乾隆皇帝大怒了，他更惶恐了，马上率领他手下大批人马直奔新昌县，就到了王锡侯这个老家，把王锡侯呢和他的子孙呢弟侄啊包括七夕等22个人全部逮捕，然后装进囚车直接押解入京。再接下来海澄还多次深入王锡侯啊所在的村庄包括附近地区，把王锡侯平时所著的图书全部搜缴，总共搜缴多少呢？搜缴了已刻著的啊这些图书啊诗文集啊什么的79本，手稿呢17件，全部一一封存，啊交给那军机处，转呈乾隆皇帝御览。同时呢，江西宽府还把这个已经印出的这个自冠261部，各种书版2174块。以及王锡侯他一些家藏的书籍全部上缴。如今王锡侯这个案子呢就不是一般的地方的文字狱了，就变成乾隆皇帝亲自审查的这样的一个大案了。那么王锡侯这个自冠案最后如何收场的呢？我们下集接着说。清朝的皇帝呢也喜欢西洋音乐，清朝康熙年间有两位这个洋人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当时的紫禁城，除了给这个康熙帝带来了一些西洋书籍之外呢，他们还带来了不少的西洋乐器。康熙皇帝呢当时就挺喜欢那些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这个西洋乐器，每到晚上比如说他吃饭的时候他休息的时候，这宫廷乐队啊，除了演奏一些中国的音乐之外呢，还要为这个康熙皇帝演奏一些这个西洋的音乐。根据有的史料记载就说这个康熙皇帝呢不仅十分欣赏这个西洋音乐，有时候呢他还亲自演奏。但是呢有个传教士叫马国贤的，他在他自己的回忆录当中却说康熙皇帝实际上根本就不会西洋乐器，只是呢他把手啊放在那钢琴架啊乱弹一阵而已，但皇帝这么一弹，他那些嫔妃啊那些太监啊那些宫女啊肯定都把小手拍红，都说皇帝大音乐家。乾隆当皇帝的时候有一次呢他来到他爷爷康熙啊当时放那个乐器的库房，就发现先前那些传教士还当礼品送来的西洋乐器呢好多都已经破损了。于是呢他马上就叫来工匠把那些乐器搬出来进行修复，而后呢他还专门请了几位啊这个西洋的会弹这个音乐的一些专家来到宫廷，
协助这个宫廷那些工匠啊修复那些乐器。等这些乐器修好之后呢，乾隆皇帝啊就亲自组建了我们中国第一支啊西洋管弦乐队。于是呢，那些身穿这个对襟绣花马褂，头顶戴花翎的这些小太监们就坐在一块儿，演奏什么大提琴啊、小提琴啊，还有那些双簧管。还真别说啊，这支这个太监乐队呢，他们演奏起来实际上挺专业，像模像样。同时呢，乾隆皇帝还让工匠们呢制作象牙长笛，还有那种铁弦琵琶等等乐器，等于就非常巧妙的将西洋音乐呢融入到中国古典这个音乐里。乾隆皇帝这种做法，说句实话，在当时啊可以说是非常前卫。上一集讲到王锡侯自灌案呢，被乾隆皇帝吧放而大之，江西巡抚海城害怕把这个王锡侯全家20多个人全部抓起来，然后放在囚车里押往北京。王锡侯到了北京之后啊，他呢也招供。我在这本自灌的这本书内把庙会域名排写出来，目的呢就是要让后世啊知道怎么避讳。后来呢，我也知道我这个曹爷腐儒无知，也是自知自己的不是了。于是呢，第二次这个排版，我就把应行避讳的地方都改写了，然后又另刻了新的版填上去了。现在呢还有这个改刻的书版啊，可以当作这个证据。王锡侯这个人啊，确确实实的他编写这个简易字典没有任何别的用意，而且在序言当中呢，他对当朝皇帝乾隆时代还夸个不行，说他自己呀 什么能够食太平之福，沐雨露之恩，游汉末之场等等等等吧。那意思我生在这大皇帝这太平盛世，那简直幸福极了，幸福指数绝对1%。无论王锡侯怎么说，乾隆皇帝不管这套啊，他就故意借题发挥，把王锡侯缩写缩编的这个康熙字典啊这个事儿，以及呢他犯忌讳这个事儿呢，说的特严重。你看这王锡侯，竟敢把我们祖孙三代的名字啊，玄烨、胤禛、弘历这名字都开列在书中。没有任何避讳，简直就罪大恶极。对此乾隆的原话怎么讲呢？此时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你。实际上王锡侯在自灌的凡例当中还特意啊将他们这个爷孙三个人呢、他们那个名讳啊写出来的都写出来了，而且他写出来这个本意特别善良，就是提醒读书人，哎，你们一定要注意啊，你们随便书写这几个圣会呢会容易犯错。谁料想他自己呢却因此获罪了。我们要知道乾隆皇帝继位后还曾经一度降旨对外声明，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但是大伙儿千万别把乾隆帝这句话当真。乾隆22年，就公元1757年那一年，清朝的原先的布政使有个叫彭家平的，他退休了，然后呢他在家撰写族谱《大彭统计》，其中呢就遇到了清朝皇帝的庙会还有域名。他在这本族谱当中他都没有缺笔。这事儿被乾隆皇帝知道之后呢，他竟然赐令这个彭家平啊自尽。他先前说过对这些文字末节不必太看重，你看乾隆皇帝这就是食言了。为此呢他还自我加以解释，朕自继位以来从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彭家平呢历任大员啊，他是高级官员，非新晋小臣及曹野智漏可比。他不是那些小民或者是
新入京的这个新当官的这些这个小臣子，职位低的这些人，他是这个国家的大员啊，都是督抚一级的，不行，我非得把他弄死。结果时隔20年，这王锡侯呢犯错了。这王锡侯他没官职啊，也就是乾隆20多年前说的那种草野小民啊，是小举人啊，乾隆帝依旧对他没有饶过。所谓皇帝金口玉言啊，到乾隆皇帝这儿，说句实话，连放屁都不如。他呢，接着又发出狠话来了。像我们刚才所说，他发出狠话来啊，说王锡侯这个自冠案应该按大逆案处理，按造反的这样的重大案件处理。所以这王锡侯倒了血霉了。我们想一想，王锡侯这老儒，儿子孙子8口人啊，全部问斩，其余呢几十口亲属，结局是什么呢？冲发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把王锡侯和他直系亲属都斩了。那么江西官府最终查抄这个王锡侯老家的时候呢，发现这位63岁的老儒王锡侯啊，家里还挺穷的，叮当乱响，也就是啊60几两银子。你看那王龙南呢，告发他说他，家趁人直的，实际上根本就没这么多钱，寒酸至极。多年之后啊，王锡侯有个新昌老乡，就晚清的文人，有个叫胡思敬的。他写过一本《盐城》这样的一个笔记的这样的书吧，也对此表示说，王锡侯被诛时情状甚惨，小人呢也妄作小人，本来那屁颠屁颠的，特别积极，在江西大搞文字狱，那江西巡抚海城呢，他也没落得好下场。他先前上奏的时候，他那不就只建议革去王锡杰的这个举人头衔吗？乾隆帝就认为，他这个认定这个刑罚太轻太轻，有呢。替这个王锡侯这个罪人说好话的嫌疑，于是乾隆帝诏谕天下，海城对此悖逆之事竟然双眼无珠，茫然不见，仅请革去王锡侯举人，以便审你，实属天良尽昧，负朕委任之恩。最终呢，清廷就决定江西巡抚海城斩监后，原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成。这个两个人呢，竟然没有能发现这书中的悖逆之处，革职。至于两蒋总督这个高进，这个人毕竟是乾隆的这个舅子啊，降一级留任，处罚最轻的。不管怎么说吧，王锡侯自冠案啊，被杀的、被流放的、被贬的，上上下下包括那些官员牵连近100人。清朝这文字狱啊，实际上最早开始于什么时候呢？就顺治2年，公元1645年。当时呢，在清王朝入关之后，他举行第一次乡试嘛，有一个河南举人，将清朝的皇叔父多尔衮写成了王叔父。于是呢，当时那主考官欧延征，还有吕云藻，这个两个人呢就被革职了，交刑部议罪。当时的处理还不重啊。康熙50年，就公元1711年，翰林院编修戴名士，他在南三集当中呢用了明朝的永历年号，结果他自己被砍头。而且呢，还牵连了上上下下，包括他家族的300多人啊，都入了狱了。从那儿开始呢，清朝的文字狱就开始愈演愈烈。谁料想66年之后，你看王锡侯这么简单的自冠案，也就是编了一本字典工具书，也被乾隆皇帝定为文字狱的大案。所以说呢，乾隆帝比他爷爷啊，绝对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到这里呢，我们有人就会有些好奇。你看乾隆皇帝对他自己的父亲、祖父，他们那些人的那个誉名，这个避讳就这么看重吗？早在王锡侯自冠案发生的10多年前呢，也就是乾隆28年9月啊，当时是1763年呢，福建学政纪昀就上奏，这纪昀就是电视剧《瞎编乱造》那个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铁齿铜牙纪晓岚了，他的原名叫纪昀，他奏称什么呢？仿本经书上应全刻庙会域名本字，应仿唐时经宋笺本例，凡域庙会俱刊去墨一笔，并加有偏旁者俱缺一笔。又武英殿官运及各经书于域名本字上系全刻及加有偏字者，俱未缺笔，请将本字及加有偏旁字者，并行缺笔，载入科场条例。如误书者，一不安尽力处分，武英殿书版校正改刊，并行文各省一体尊奉，将仿刻各经籍
改刊从之。可见呢，当时纪云纪晓岚上这个折子呢，就是拍乾隆马屁。他说现在啊，好多这个经书都没有避讳，什么大清啊历代皇帝的庙号以及皇上您的名字，所以说呢，请您派人详加审查，啊，将这些不当之处啊全部改掉。以后呢，但凡遇上皇帝的御名，哪怕加了偏旁、写了谐音字的，都需要去掉最后一笔以示尊敬。同时呢，纪晓岚还建议将这些规定写入科场条例，让这些清朝的这个学子们不能触犯。纪晓岚呢，这次拍马屁的当时没成功，乾隆帝很快就下旨否决了纪晓岚的建议。他怎么说呢？前句福建学政纪云条奏，敬毕庙会御名一折，经大学士等会同礼部议复，缺笔书写，原属臣子敬谨之意，但只可令现在临文善写，嗣后如遇庙会御名，应行敬毕缺笔之处，应照旧例遵行外，所有五营殿颁行字样及纪云所请改刊经书之处，俱不必行，将此通谕中外知之。当时呢，也就是说乾隆皇帝认为呢，缺笔书写那个御名皇帝他的名这个名讳呢，就是做大臣的作为臣子的心意，以后呢你们书写但凡遇到我的名字啊，确实是可以缺笔书写，但从前已经写过的已经刻印出来的啊，刊行的这些书籍里呢就不必再修改了，太费事儿。最早在乾隆皇帝刚继位的时候呢，那大学士鄂尔泰那些人呢就上奏，就希望呢来回避御名。乾隆皇帝那个时候收到折子之后呢，就表示说，朕思尊君亲上，臣子奋意当然，但须务其大者，以将恭敬。至于避名之典，虽历代相沿，而实乃文字末节，将字画更改，并失其字之本意。嗣后凡遇朕御名之处，不避讳。若成功名字有同朕，心字不安者，上一字着少写一点，下一字将中间合字书为末字，既可以存回避之意义，而不可传于中外，一体遵行。由此可以见出呢，当时作为那新出炉的皇帝刚坐上帝位，乾隆帝呢还似乎特别开明，他就认为啊，这个避我们这些皇帝的名儿啊，就是你们大臣对我这个皇帝表示这种礼敬的情谊，但并不一定啊非得要遵行，这就都属于文字末节，实际上呢就属于尊重君上尊重皇帝最低级的方法。甚至当时他还说，遇到我自己的名讳，大臣们你不必避讳。当然了，如果当朝大臣或者你们这个地方官哪个大臣的名字当中有我这个红利的有红字有利字的跟我这字儿一样的呢，你本人呢又特别想尊重我尊重皇帝，那么你写你那个红字呢就少一点儿，写你那个利字呢就把那个和啊写成木就行了，这个利是那种繁体字的利，大伙儿一定要知道啊。乾隆皇帝当时这道旨意呢，就说句实话，真挺开明的。你看，皇帝开明，才赶不上大臣拍马屁的决心。到了乾隆五年吧，代理贵州布政使有个叫陈德荣的，估计这个人想尽快转正，就又上了一份书奏，啊，要求这个大清臣民啊，必须避讳，哎，否则就应该定罪。当时乾隆帝还在那折上批示：“尊君亲上，原不在此也。”即便如此吧。随着乾隆当皇帝这个时间的推移，他那个红历的红字啊，这个缺笔已经不是通历了，就说你最后那点儿不写也不行了，慢慢的就改为宏大的宏了。到乾隆25年，兵部左侍郎有个叫钱汝成的，他上奏表示说，你看现在乡试摩刊这个条例里啊，不安禁令一条，就没有将各种事项啊区分轻重，可能在考试当中呢格式有一点不对呢，啊，那些考生都会被罚停考3次，这对考生挺不公平的。他当时就建议什么呢？以后除直书庙会御名及先师孔子会者，应罚停3科之外，其他的呢，得罚停1科就可以了。由此可知啊，当时清朝这个科场的规矩，对于御名避讳呢，还是相对较严。当时呢，对于这些考试的考生，他在试卷里写到红写到绿这两个字。你不避讳的，你不省写一笔的，一般呢都被罚停3科考试。我们想一想，这对于数十载寒窗苦读那些读书人来讲，确实非常重的处罚了。你罚停他3科，等于他就是9年内不能再参加考试啊，那学业肯定会荒废了。
就在王锡侯自棺案发生的前八年，乾隆34年呢，他发过一道圣旨，规定本日内内阁进呈河南巡抚提本一件，票签内于红字缺显一点，甚属无畏，必明之说，朕相不以为然。是以继位之初，即降旨于裕民上一字，只需少写一点，不必回避。后因臣僚中有命名相同，心切不安，屡行臣请旨，实许其一写红字，且红字已属必写，基于本字无赦。若因字意音同，意形缺笔，辗转相应，必至八红等字，盖从此立，是将无所抵止。复成何事体耶？此签既招补点，嗣后俱照此书写，将此通谕中外知之。乾隆皇帝当时这诏书的意思说是什么呢？你看河南巡抚，啊，他这个奏折当中，将已经避讳了的，他从前是红里的红，一写成宏大的宏了，这个红字又缺一点来避讳，还真没必要。你把我的红里的红变成宏大的宏，啊，这就是你们啊这个大臣多次向我要求，我才批准的。现在你们要接着这样搞，连这个已经变了字的红你都缺一笔，那以后肯定会变本加厉啊。再以后，所有读红的字，甚至是八红一语的红，啊，也不能写全笔了。基于这个读音的字儿都不能用了，啊，这成何事体啊？所以以后你们再避讳我这红里的红字，就写成宏大的宏，啊，绝对不能再把宏大的宏你再缺一笔。此一时呢，彼一时。就在王锡侯案发的2年之后，乾隆44年，乾隆皇帝他又发谕旨了，步军统领衙门胄，京城内外寺庙。安官卑节，有文艺唯爱比离者，应全行磨净；敲棺庙会于名者，亦应将字磨去。得旨，所有磨净碑身，昭交工程处刻碑以及各项应用。其磨去数字各碑，着更易妥字重写。也就是说呢，乾隆皇帝这个字儿对他的域名避讳还越来越较真儿，因此呢就认可了当时步军统领的衙门的观点。把京师内外寺庙碑里凡是有红和立的，就是他的名讳两个那个字儿的地方都磨掉重新刻。我们想这个工程就大了去了，他不是说你把纸的东西你贴上一块重写，大石碑上那字儿磨去之后那还得添补上，添补上之后还得重新刻字。当然了，乾隆皇帝搞这类的文字狱就是看心情，也看当时当地的政治形势。王锡侯这个案，自棺案案发6年之后呢，乾隆50年忽然之间都变得特开通了。他怎么个开通法呢？他当时下的那个诏谕啊，迁因步军统领衙门奏，江西龙陵县声援郭榜，呈控甘县修理制书，将病营入传之刘玉琦滥入制书，制其余迁出各处，据系庙会，即镇域名，未经辟邪。无论刘义奇系顺治年间进士，其人身故已久，安能预知禁闭？即现在相取于民，其不知庙会者甚多，岂能家喻户晓？即偶有未经辟邪，亦无足深责。这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当时啊，这个江西庐陵，就今天的吉安了，当时有个叫郭榜的声援，他就上诉，就说那庐陵县当地修县志，把一个叫刘义奇的人写了进去，而且呢。这个人啊，竟然他的有关他的文字当中呢，有对当今皇帝呢不避讳的文字在里头。就是这刘玉琦啊，他从前也写过东西，那里头啊就没有避讳。对此呢，乾隆帝就啼笑皆非，就以质问的口吻啊，就说了，这刘玉琦他是顺治年间的进士，他活的时候朕还没出生呢，他怎么知道要避朕的名讳呢？为这事儿，你们当地的衙门。就是把刘义奇的孙子在当地都抓起来了，简直就是瞎整胡闹，纯粹就是为了邀功啊，戕害善良百姓。而且呢，现在各地乡间的渔民老百姓不知道我这域名避讳的人多了去了，怎么可能家喻户晓呢？以后但凡在民间遇到这个没有避讳类似的事项，不必苛责。从这道诏谕当中呢，就可以见出，你说乾隆这个人啊，确实啊也是个心机挺深的人，好人坏人他都做。前两集呢，我们讲了王锡侯这个自棺案，从下一集开始，我们就再讲呢，乾隆皇帝时期的另一个特别大的文字狱，什么文字狱呢？什么案件呢？就是徐树奎他那个遗著楼诗啊，这个案件。清朝那些妃子
为什么喜欢戴这个长指甲套呢？我们但凡看这个清宫戏、清宫剧，肯定呢会发现这样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就是宫内那些嫔妃，包括这个皇后，他们的手指上啊，都戴着长长的指甲套。比如说最近几年大火的什么《甄嬛传》啊、《如懿传》啊等等剧目，那些后宫娘娘们啊，包括那些官家小姐们啊，手上呢都会戴着长长那种护甲套。在《甄嬛传》中，那个甄嬛封妃之后，她佩戴的这个指甲套上就镶满了宝石。《如懿传》中，那如懿她佩戴的是什么呢？是淡蓝色的护甲套，啊，显得非常优雅，非常简单。由此呢，也从一个侧面就衬托出如懿这个人呢比较淡泊名利。真实历史中啊，清宫这些后妃们戴不戴指甲套呢？还真戴。清宫这些后妃她戴这个指甲套，肯定是保护指甲，肯定是因为美观。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彰显他们地位的尊贵。我们想一想啊，当时普通劳动人民人家的那些女孩、那些姑娘，天天是干活劳作，她不可能啊蓄长指甲，更不可能戴这种长指甲套。所以说呢，佩戴这种长长的指甲套，意思是什么呢？十指不沾阳春水，从来不干活。前面两集呢，就详细讲了乾隆皇帝时期的王熙侯自冠案。从这集开始呢，我们又来讲一讲乾隆皇帝时期啊，另外还一桩非常重要的文字狱，是什么呢？就是徐树奎的一柱楼诗诗案。讲一讲啊，这个案子的前因后果。说到清朝文字狱，大伙儿肯定都听说过。那么说到徐树奎这个名字呢，挺拗口，知道人呢应该很少。但是如果我们吟出这两句诗：“明朝七镇河，一曲弃清都。”特别是这两句诗写出来，我估计好多人都会恍然大悟。哦，这诗原来是这个人做的，徐树奎。徐树奎呢，他是康熙年间生人。他出生在哪儿呢？就是今天江苏南通如东奔察镇。他出生在一个乡绅家庭。徐树奎这个人呢，也是自幼聪明好学。17岁呢，他就参加科举考试，过了好几关，什么秀才啊什么的，人家一考就过了。但是呢，等他在乾隆3年这个江南会试当中考进士的时候，他啊，当时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呢？行知与中。这等于是主考的考题了。他在考卷当中呢，却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他所有的文章写得都特别好，满篇都是锦绣，这个行文啊特别华丽，啊，逻辑特别严密。但其中一句话就让当时的主考官都惊出一身冷汗来：“礼者，君所自尽也。”你如果仔细追究这句话，就等于是没有任何的毛病。但是呢，如果你看这几个字儿，有君，有自尽，你连缀起来，这就有诅咒君上之意啊！怎么着让皇上自杀、自尽、上吊、抹脖子？更何况呢，这清朝的皇帝，咱们前面也说过了，那个个都是，说句实话都是学霸，他不是元朝的皇帝，他们对啊这个中国的儒学、国学知识太懂了，而且他们的眼光呢比锥子还利。那眼睛就跟扫描仪一样，加上他手下那些像明朝锦衣卫那样的大臣，个个眼睛都特毒。所以呢，就因为这件事儿，他写了这几个字儿，徐树奎的仕进之路啊就被堵塞了，他的名字呢也上了清朝科举的黑名单。当然了，他这个事儿啊不是文字狱，因为他只是就所谓的他行文当中啊有不检点之处。最后呢，经由当时的礼部摩勘，就是礼部当时仔细审查了。啊，他这个卷子就认定呢，他什么呢？文有为爱，
处理是什么呢？停考进士了，等于徐树奎以后啊就没有考进士的资格了，你别考了。还好徐树奎这个人家境殷实，你想他乡绅出身嘛，还不是别的那种什么农村的那些穷儒，考不上这个进士全家就喝几杯的西北风，不像那些人。心灰意冷之余呢，徐树奎这个人也是终身郁郁。为什么呢？毕竟他才能挺高的。于是呢他就给自己所住的房子那个书房啊起名为一柱楼，天天呢啊著书吟诗，看上去好像挺潦倒的，实际上他当时就是一个富贵闲人，因为毕竟家里有钱嘛。只是呢他这辈子就再没有当官的命了。日子呢树叶一般多，闲情似水那样长。无聊之际，徐树奎呢就埋头创作，陆陆续续呢就写下了这个好多诗啊，包括那个一柱楼诗、小题诗、贺桃诗、五色诗传奇、八洞天等十多种诗文和小说。咱们上面他说的什么小题诗啊、贺桃诗啊、这个一柱楼诗，并不是一首诗啊，这是一个诗集的名称。他当时所写的一些诗作和小说呢流传不广啊，就像今天的一些退休的老人写书法啊、写回忆录一样，属于那自娱自乐。当然了，我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啊都想通达，都想做官，这官做不成呢肯定心里不痛快。平时这个徐树奎在家里也少不了啊这个作诗啊、喝酒啊，没当成官嘛，那种愤懑之情也就露于笔端。你看诗酒生涯60年之后，这辈子过得多好啊。乾隆28年，徐树奎呢就心中含恨，面上含笑，他就去了，死了善终。徐树奎死了呢，他的儿子叫徐怀祖，也是个监生出身，跟他爹一样，平时呢喜欢舞文弄墨，他又是个孝子，因此呢徐怀祖为了让他爹的名字青史留名，就花钱请人刊刻了啊徐树奎这些著作，什么一柱楼诗集啊、贺桃诗啊、包括学庸讲义等好多，他老爹呢生前写好了啊，只有手稿但没有这个刊刻成书的啊这些著作。乾隆42年，这位孝子徐怀祖也死了，病死了，等于是和他爹徐树奎地下相逢了。徐氏父子这爷俩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什么呢？父亲作诗儿子印，轮到孙子那辈被拿问。当时不仅仅啊是这个徐家被官府拿问，最终的结局呢还是徐氏这一族满门抄斩。已经死了的父子两个人怎么处理呢？抛棺露尸，把尸体挖出来，嘎巴嘎巴一顿乱切，把脑袋削下来啊，这个挂到这个城门示众。而这两个人的亲朋好友啊，那肯定受到牵连，下狱的下狱，流放的流放，杀头的杀头。按理说啊，我刚才叙述过程当中，大伙儿也觉得奇怪，徐树奎、徐怀祖父子两个人都死了，这谁没事儿对这一双这个皇权父子找茬呢？作为地方大姓，奔察地区呢，当时除了这个徐氏以外，还有一家姓蔡的，也是当地的大族。当然了，这蔡家论名声不如徐氏父子大，他们这个当家的蔡家树不过就是个监生出身，论财气呢，也不如人家徐家有钱。数年之前呢，这个蔡家曾经把一块地卖给徐家，就恰恰是因为这块土地的买卖，徐氏家族的厄运就开始了。蔡家树呢有个堂兄叫蔡安树，先前呢有一块8顷40亩的土地，曾以当时气价2400两银子就卖给那徐怀祖了。如今呢徐怀祖死了，他就出银960两要从徐怀祖儿子徐世田手里赎回来。什么借口呢？就是那块我卖给你们徐家的田地当中呢有我们蔡氏家族的先人，哎，不行，我现在心里过意不去，我得买回来。这笔买卖过去好长时间了，如今蔡家要低价赎回土地，赔本买卖啊，这徐世田肯定不同意。至此呢，这个徐家、蔡家两家是撕破脸皮了。再不久之后，这身为监生的蔡家树就放出风声，说徐世田，你如果再不答应我们蔡家用低价把田地赎回来，我就把徐世田是你祖父徐树奎的一柱楼诗集啊，我向政府呈控。因为这个诗集当中藏有诋毁本朝的大逆不道的这样的语言。而徐怀祖病死那年呢正是乾隆42年，
恰恰在这一年，江西那王锡侯自冠案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使得当时清朝国内啊，但凡家里有藏书的那些人啊，无不凛凛寒心。所以听到蔡家树如此放言啊，说要把这个书去呈告官府，徐海祖的两个儿子，这个徐师田和徐师叔，真害怕。思来想去，哥俩一商量，算了，咱没了白了。这蔡家树他不是要告发咱们家藏有这个唯爱书籍吗？说咱们家爷爷写那个书里头有这个悖逆的言语吗？咱们自己呀，先去衙门，咱先去自首，省得那蔡家告到官府之后呢，咱们就更被动。于是呢，就在乾隆43年4月初6，徐师田他那个让仆人弄一大板车，把他爷爷徐树奎写的那个遗嘱楼诗集、贺陶诗、小题诗、学咏讲义四种书吧，包括这个刊印书的书版，一共348块，还挺沉的，全部大板车拉着，呈现给谁呢？东台县衙。3天之后呢，本来想个人先告状的蔡家树，也携带了不少徐树奎的书籍，就包括这个遗嘱楼诗集等等等等吧，也到东台县衙去告发。既然这个是属于文字狱的范畴呢，当地官员不敢怠慢啊，就仔细比对，看得还特别细。当时那东台知县呢叫涂耀龙，他就发现徐世田啊所缴这个课本不全，其中呢就没有上缴徐树奎写的那个《论语摘要》等这个其他的这个三种抄本。他还发传票，就命令徐世田，你把这个抄本包括那个书版赶紧交出来。出于一个地方官的这种政治敏感，东台县令涂耀龙呢就想尽量把蔡家、徐家两家这个案件争讼压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呢，根据蔡家树向徐氏啊所起这个赎田诉讼，涂月龙就判案了，就要求徐师田呢从原先蔡家卖给徐家土地当中，你再拨出10亩分田赔偿给蔡家树。他说他们家有先人埋在里头嘛，你就把那片地方还给他们家算了，这个案子就可以了了。按理说，你说没出银子，没费力气，白白又得到10亩地，蔡家该消停了吧？蔡家树这个人啊，他就是识文断字，就一坏人，一坏的文人。他诉讼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这个区区10亩地，而是要借此呢兴起大案，就把那徐氏家族全部推上断头台，然后呢，他可以把所有的土地这个纳为己有。所以呢，这蔡家树不依不饶，就在6月13号这一天，就向更上一级的政府江宁藩司衙门开始呈控。他不仅呢把那徐家告了，就连东台县的县令也告了，说这个涂月龙啊收受徐家的贿赂，断案不公。在当时呢，江苏是设有江宁、苏州两个书局，这两个书局啊，咱们不要想啊，就跟中华书局似的印书的书局，不是，它是查书的书局，是清朝啊专门查禁书籍的这样的一个专门衙门，一个机构。其中这江宁书局呢，就集中负责苏北各州县查缴上来的禁书。当时呢，由于东台县送来那个遗嘱楼诗啊，并没有在书中标明到底什么地方有查禁的内容，江宁书局的人员呢，就是怕费事儿，懒得自己动手，就把这书啊退回东台县，就说你们县里自己找人，你先把这个违逆之处啊标注一下，再送给我们，我们再看。可以想见呢，就在这整个期间吧，徐家所谓的这个逆书案的罪名就根本没有成立啊。这个徐蔡两家主要的诉讼内容，还是围绕着蔡家和徐家他们这个民事田产诉讼，没到文字狱那地步。但是呢，这蔡家树他向江宁布政使衙门投那个控告信当中呢，就明明白白摘出了徐树奎遗嘱楼诗当中的那两句，哪两句呢？明朝七镇河，一举去清都，就指出这两句完全是非常悖逆之词。江苏布政使呢，当时叫陶毅，他受到举报之后呢，就和他的一个幕僚这个陆琰两个人商量。陆琰这个人是个老吏，认定蔡家树啊肯定是瑕疵诬告，他还认为咱们就这个事儿掀起大狱，肯定对啊这个江苏本地官员非常不利。于是呢，陶毅就在案件上驳斥蔡家树，写什么呢？书版已经呈现，如有违爱应行销毁，该书自当交局，与尔何干？显系邪嫌请现。同时呢，陶毅这个人是个老吏啊，他就援引大清律，警告蔡家树讲论经传文章发为歌吟偏食，若指字句失简，
慑于疑似，并无悖逆实际者，将首举之人既以所诬之罪，一律反诉。由此呢，陶毅就把这案子发到扬州府，让他们去审理。而且呢，断定徐世田对他祖父徐树奎那个诗集呢，这个处理就属于自首成缴，按那大清律呢，就应该免罪。蔡家树呢，反正就属于那个挟嫌报复，你如果这个举报不实，你应该反坐。因此呢，就派人把蔡家树抓起来了，就押往那个扬州府去审他。至此呢，蔡树奎这个尸案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想简单的为就是一起田地而起这案子，大概就消停了。但是呢，当时的清朝江苏学政刘墉，他正在金坛暗试，监察考试。这个案子辗转传到他的耳朵里，徐树奎尸案一下就成为乾隆朝啊，就这一件惊天大案了。刘墉是谁呀？他就是电视剧当中那位鞠躬尽瘁保大清，忠心耿耿爱乾隆的那刘罗锅。我估计我一说这个形象，大伙儿马上想起啊，这刘罗锅那样子。真实历史当中，这个刘墉既不幽默，也不善良，更不爱民，100%的一个清朝鹰犬，对于这个搞文字狱绝对是专家、行家、里手。那这刘墉又是怎么知道徐树奎这个尸案的呢？那位告状人蔡家树，他家里面有一位财务总管，就也是他们家师爷吧。这个人是谁呢？是如皋人佟志林。佟志林呢，原籍泰州，早年呢，他想进入这个泰州学府去学习，就被当时那徐树奎啊阻了一杠子，就说董志林军家子出身，他们家是等于是这当兵的。我们要知道，这个军人出身在这个封建社会啊，在当时啊，就是这个出身并不是说像我们今天特别荣耀、特别荣显，不行，就说是军家子出身，他没资格入学。我们要知道，这仇恨往往有时候比爱情还要深刻的多，忠心藏之，何日忘之？如今呢，佟志林看到徐家、蔡家这两家争讼，啊，到了这个地步，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于是呢，他就四处替他那主家蔡家树控告徐家，不辞辛苦，到处奔波，就说这个，徐树奎他写的诗啊，绝对是大逆不道。当年八月，得知这个朝廷鹰犬江苏学政刘墉在金坛正在办理考试的啊这个政务，佟志林翻起两张，赶紧前去，就像那个刘墉呈控徐树奎他的那个遗嘱楼诗集，就说这个诗集当中肯定有大逆不道之语。先前呢，蔡家树就被那个江苏布政使陶毅和他手下那师爷判定反坐了嘛，抓入狱中了嘛。汲取这个教训，这佟志林就给那个刘墉呈控的诉状当中写的还特别委婉，既见此书恐有应究之语，事已成出。你看其中就这一个恐字，就使得佟志林进退自如了。我是揣测认为，我是出于对大清的忠心，我没有认定他这里头就有违逆之语。所以说这佟志林啊，就给自己留了很大的后手。你比如说徐树奎诗这个诗案将来定案了，官府如果认定徐树奎诗中有违爱之语，有这个大逆不道之语，我自己肯定要受赏啊。如果徐树奎诗集当中啊没有应究之处，自己呢也不会承担诬陷的这种法律责任。所以说呢，你看他这个呈控信当中单单的这一个恐字，就显示出啊佟志林这个人绝对是心肠老辣。那么刘墉知道这个案件之后，他会如何处理呢？他会怎么样把这个事情给沸沸扬扬弄起来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清代王爷离开北京是要打报告了。我们看那个清宫剧《甄嬛传》，那果郡王呢，当时以为这个甄嬛是被带走了，他就打算出京营救。当时呢，他就被那个浣碧给劝住了。这种细节在清朝历史当中真的假的呢？还真是真的。因为清朝的王爷有制度规定，他不能私自离开京城60里以外。如果一个王爷要离开京城，他呢肯定要提前给这个皇帝打报告了。在清朝之前，大多数朝代那个皇帝他会给自己的这个成年的那些儿子分封土地，也就是列土封王的这样的封建制度。但到了清朝，这种制度就改变了。清朝皇帝在处理这个宗亲问题的时候呢，他的思路和汉人不大相同。清朝皇帝呢是把他的皇室宗亲
他的子弟什么全部留在身边，留在京城，同时还下达无圣命不准离京这样的这个规定，等于就是制度性的把清朝这些王爷们呢都留在京城之中。这种制度就叫封爵固京制度。当然了，这些个王子王孙他留在这个京师之中呢，只要他们足够的老实，对皇权没有野心，皇帝对他们也是非常不错，大官显爵，好宅院，好吃好喝。上一集啊就说到这个徐树奎那一柱楼师啊被跟他有仇的这家这蔡家的给告了。蔡家的啊那位师爷呢，那佟志林呢，还把这事儿捅到了当时江苏的学政刘墉那里。刘墉啊就是电视剧当中所说那刘罗锅了，但实际上这个人绝对不是好人。老吏啊，奸猾老吏，他不敢怠慢。你想他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他马上啊他就把这个事儿啊直接就移交到什么呢，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把这个事儿就上交了。刘墉比起陶毅来啊，这个刘墉他的政治冷静确实要强得多。同时呢，这个刘墉还亲自写奏折，他这手表功啊就像乾隆皇帝一五一十这个汇报徐树奎这个尸案。相比那个蔡家那个师爷佟志林呢，刘墉这个人呢绝对是官场老油条。他在奏折当中啊先给这个徐树奎啊这个尸定性，就说什么呢，语多愤激，而后呢他本人也不敢断然决断啊，就说徐树奎的尸就是反尸。他是干嘛呢，交由乾隆帝圣裁，那意思反不反逆不逆，这皇上得由您做主，如有悖逆即当严办，如无逆迹亦当核销，以免祸坏人心风俗，现依督抚办理。从这奏折当中就可以想见刘墉这个人啊心机深沉，而且呢他说了，微臣已经发现这个事儿了，皇上您圣裁，但是呢这个事儿我已经让啊江苏这个督抚也移交给他们了，让他们也看着办。8月27号呢，乾隆啊就接到了刘墉的奏折了，仔仔细细的阅读了奏折，然后呢又把徐树奎的这个一柱楼师的诗集仔细看了个遍，看完之后拍案而起，马上密令两江总督高进、暂署两江总督萨载，包括那江苏巡抚杨奎这三个人，让他们切实严查徐树奎他所有的诗文，把这徐家啊查个底儿掉。9月初7这一天，乾隆呢就收到这个杨奎对他的奏折了。9月13那天，署理两江总督那萨载，他的奏折也到了。而且这萨载呢，在章奏当中就明明白白地认为，徐树奎诗文当中啊悖逆地方极多，建议呢对这个徐家予以重处。他怎么说呢？徐树奎虽已身死，其尸骸应错录，其孙亦应从重治罪。看了这个表彰之后呢，乾隆皇帝当时依旧是怒不可解。实际上他心里很清楚，徐树奎你说他诗中有没有什么反清造反的意思呢，肯定没有，根本也算不上大逆之案，也算不上大案。但他呢就对于清朝各地地方官员啊近来对查办禁书这个事儿不积极不作为，对这事儿他感觉不快，就认定这些人啊一直是啊拖延迁就，执行不力。你看去年刚刚把这个王锡侯自官案了结了，乾隆皇帝态度已经很鲜明了，对那个海事当时那个江西巡抚已经是斩监后这么重的处置了。谁料想呢，依旧啊这样的从重的处理还是没起到震慑作用，江苏官员现在你看还是不拿文字案当回事儿。为此呢，乾隆皇帝就决定以徐树奎这个案子当作借口，
就来提高啊清朝地方官员他们的警惕意识，所以他就开始频下谕旨，不停地质问指责陶毅还有高进那两个官员。没等陶毅和高进这两个人回奏，乾隆皇帝又下谕旨了。就在三天之后，乾隆就降谕，命令地方把这个江苏布政使陶毅啊，江苏这个知府谢启坤，还有东台这个县令涂月龙，这三个官员，三级的这个官员全部革职，而且把他们分开，分开押送入京。9月21号这天呢，乾隆皇帝就下令，将徐树奎这个诗文集卷首的校对者徐守发、徐成卓这两个人都押解来京来审问。9月30号啊，又命令江苏书局负责查看书籍的两个人，一个是保定伟，一个是沈兰，这两个人呢也押到北京。罪名是什么呢？严格不迁，耽误事儿，不拿这事儿当事儿。不久之后呢，陶毅他那个师爷陆琰也被逮捕入京，哎，一起来审讯。相关人员都到齐之后呢，慢慢的这案件就开审了。当时清朝对所谓禁书的政策是什么呢？你只要窝藏禁书的人，在这个限期之内，你主动把这个书呢呈缴到官府，也就免于追究你这个藏书之罪。那么这徐家兄弟呢，把他们祖父徐树奎这个诗集献出来了，按理说应该属于自首，更何况那诗集也并不是说他们自己写的，这个印的这个书也不是他们印的，照理来讲啊，这两个人啊应该就没罪。但是呢，如果对这个徐家兄弟不定罪，那就达不到这个乾隆的政治目的啊。所以说呢，乾隆当满朝大臣，大讲特讲他自己的道理。徐师田听说蔡家树要把徐树奎的诗集呈供到官，一听他爷那诗集要犯事儿，他才慌忙到县衙呈缴那些书籍。所以呢，他不能算作自首。还别说，大清律当中就有一条，知人预告而自首，只能减罪，不能免罪。可见这乾隆呢，他本人还真是个法律专才。那么徐家兄弟如果获得减罪，也就意味着到最后啊，这兄弟俩还是能够得到轻判的。再怎么着啊，他父亲、他祖父都死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俩做孙子了，也不应该就因为他祖父写过几首诗把脑袋掉了吧？乾隆皇帝从来不给任何人啊这个存侥幸心理啊，不让任何人知道啊这事儿可以躲过。他呢就把那一柱楼诗颠过来倒过去看了好多遍，确确实实就找出了那两句最扎眼的：“明朝七镇河，一举去清都。”这首诗呢，本来这个徐树奎是描写飞鸟的，当然也是以诗明志了。其中那“明朝”就是明天早晨的意思，但是呢，乾隆就认为他这个“明朝”就是明朝，啊，在这里就念这个“朝”。那么徐树奎原诗的这个“去清都”的“去”是离开的意思，但乾隆不是这么认为。你这个去就是除掉，就是除去。明朝七镇河啊，就是明朝七镇河，你就是想恢复复辟明朝的江山，一举去清都，你就是想把大清朝给抹掉、除掉、去掉。这还没完，为这个徐树奎这个书诗稿校对的那徐家那两个族人徐守发和徐成卓，他们两个的名字就有反对大清的意思。守发成卓啊，点出孟子牛山之木若比灼灼，典籍当中呢还有灼灼同山这样的语句，灼灼者光土也，所以这两个人的名字连起来就是守发成灼，显然就隐含着对我们大清啊剃发易服这种政策的极端不满，诋毁本朝剃发之志。你看你们两个人连名字都取成这样，哎，徐氏族人的居心呢深不可测，绝不饶恕。经过皇帝这么亲自一解释，徐守发、徐成卓这哥俩本来就是输的校对，完了活不成。北京当中这些官员审案，同时呢，乾隆皇帝向全国各地的总督啊、巡抚啊、都统都发出谕令，让他们呢一起行动，在他们所管辖地区都给我查有没有这徐树奎的诗文。如此一来呢，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来一股运动。什么运动呢？就查这个徐树奎的逆书案的这样的运动。一时之间掀起了惊涛骇浪，最终目的乾隆皇帝就是想敲山震虎，让清朝这地方官员都知道文字狱对我们大清国家的统治性太重要了，必须得办。在此期间，乾隆皇帝还亲自审问了江宁这个藩司这个陶毅。
怒斥他什么呢？有心袒护，故纵大逆，就让他承认你是不是受了徐世田的贿赂，是不是是这个接受人家银两了。陶毅呢就供认，就是自己没有严办此案，确实是有负圣恩，罪在不赦，但我确实跟那徐世田完全不认识，我根本一两银子、一分钱子、一钱银子我都没见到，从来没有受贿。结果呢，连惊带吓，陶毅他入狱之后啊，你想他也是个大官啊，入狱之后害怕，免疫力就降低了，很快皮肤溃烂，狂拉肚子，所以没等结案，这个陶毅啊就病死在狱中了。定案之后啊，清朝的朝廷啊，在乾隆的授意之下，对相关人员处理如下：徐树奎作诗，他的儿子徐怀祖呢刊刻流传，父子相继违逆，但这两个人都死翘翘了，不能饶过。根据大清律，挖棺录尸。当时徐树奎啊已经死了15年了，结果挖出来一看呢，尸体还没有完全腐烂，模样还能变得清。于是呢，对这尸体碎剐凌迟，碎剐凌迟尸体之后，又把徐树奎的脑袋割下来，然后悬挂在东台县的县城示众。徐怀祖呢，那刚死1年多，棺材停在家中了，尸体完好无损，哎，正好把手机割下，放到公开场合呢，也是示众。徐世田、徐世苏作为孙辈，他们是正犯的孙子啊，按照大清律呢，你想他大逆之罪啊，处以斩首。那么徐树奎的子孙兄弟兄弟之子，但凡这些亲戚年16岁以上的男性啊，全部处斩。那么徐家15岁以下的这个男丁啊，包括他们的妻妾姊妹，包括子之妻妾，都没入棺，付给宫城之家为奴。徐氏家族的财产呢也没收。徐家在当地啊绝对是大财主，仅这个田产一项就有多少呢？14000亩之多。而徐树奎那两个同族的，给他负责校对的徐守发、徐成卓，因为他们列名校对，而且呢，先前啊，他们还听这个徐树奎他的这个意思，取了这个有叛逆意思的名字，都处于斩首。而江宁布政使陶毅呢，病死狱中了，所以说乾隆对他就从宽不处理了。扬州知府谢启坤办案迟缓，发往钧台效力赎罪。至于那东台知县那个涂月龙呢，因未能立即查究，大仗打100，然后呢徒刑三年流放。江宁藩司衙门啊，就那陆衍，就陶毅的手下那师爷，有心削耳重案，故意宽纵，判处死刑。徐树奎涉案当中最为可笑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原先清朝礼部尚书沈德潜，他呢曾经这个撰写文章，就称徐树奎啊，人与文章皆可违法，就写了这么一些拍马屁的这些词儿吧，也被死后追究。当时呢，沈德潜已经死了10年了，他呢依旧就被乾隆帝牵入这案中，把他一切从前给他那谥号啊、恩典啊、官职啊，全部削夺。沈德潜呢，在他老家乡贤祠内的牌位也被撤出了，然后把从前给他的那御赐的碑文也全部啊这个撤回了。沈德潜死后10年受到乾隆皇帝的这个贬斥呢，不是为了别的，主要是因为乾隆皇帝发现这老头啊，把先前他给自己当枪手所写的那些诗文啊，都又放在他自己的文集当中，准备死后出版，所以乾隆皇帝就借此案来报复。老名士沈德潜死后啊，遭到皇帝的如此啊这样的报复呢，哎，当时使得这个清朝的那些士大夫阶层呢，啊，个个心怀凛凛，都特别害怕。沈德潜在乾隆一朝啊，包括从这个雍正那个时期开始，他就很有名了。他等于是诗坛泰斗。他呢，在这个《遗著楼诗集》当中，你看这个序当中就称赞徐树奎，还人与文章皆可法，好像对这个徐树奎评价挺高的。徐树奎这个人虽然说家里有钱，当时他不过是一个小地方的乡绅而已，他这个诗名呢根本就不出众。那么他的儿子徐怀祖是如何能请到名噪一时的沈德潜给他父亲作传呢？就是因为钱吗？还真不是。民国时期呢，有一位就名叫夏兆林的这个学者，写过一本书叫《武陵野记》。经过他的百般勾陈，他就在这本书啊这个卷五中记载，当时泰州江堰有个叫王九鹏的读书人，怀才不遇。平时这个王九鹏呢，还特别仰慕徐树奎的为人和他的诗，啊，对这个《遗著楼诗集》特别推崇。
于是呢，他自己就作序极力保养徐树奎。但当时王九鹏呢，又觉得自己人微言轻，谁知道王九鹏是谁啊？于是他就假托沈德潜的名字。后来呢，这个尸案发了，王九鹏呢又恐惧又内疚，差点吓死。最后呢，两个耳朵都听不见了。这个事儿，你说当时清政府还有乾隆知道不知道？知道。但乾隆就恨沈德潜，把他给自己当枪手这个事儿啊，就得让别人知道。所以乾隆呢，就明知这个事儿和沈德潜无关，就把他牵入这个案中。有的时候呢，人生确实无常，啊，这个人的际遇呢，你也说不好哪天就赶上倒霉事儿。特别诧异的呢，要数有个叫毛成的这个人。这个毛成啊，他是从前啊，这个奔查盐场的这个主管姚德林的他们家的熟师。这个人呢，当时和那个徐树奎的儿子徐怀祖关系不错，就给徐树奎的这个《贺陶诗》那个诗集啊做了个跋语跋文。毛成这个人呢，后来改名为黄斌，他从原籍浙江呢，就到了甘肃去给那官员做募兵，后来又入籍迪化，迪化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因此呢，他就在陕西中了举人了。本来这个毛成啊，正在这个陕西等着朝廷给自己授官职呢，你想他都已经是举人了吗？谁料想呢，有衙役前来，不是给他送这个委任状，而是弄一根大铁链把他套在脖子上，就把他押解入京城了。一问为什么呢？就因为15年前他们吃了人家一顿饭嘛，啊，就在这徐家，然后写了一篇跋文，这篇跋文就断送了他远大的前程。毕竟他也参与这个一柱楼诗的这个诗案当中啊，他就被朝廷按在狱中打了100军棍，打得屁股血乎流烂的，然后呢发配3000里。至于本案的兴起者那原告蔡家树，这小人也没什么好下场。乾隆皇帝思前想后就认为，既然那个蔡家树和徐树奎是同乡，他们从前呢肯定是特别相熟，肯定知道徐树奎的一切虚实。一柱楼诗集呢早已经刊出了，蔡家树早就应该上报朝廷，但他当时呢完全不成控，就拿这事儿跟没事儿一样。直到近来就因为田产诉讼，他才这个怀着报复之心把这个事儿告发。所以蔡家树这个人绝对没有尊君亲上的这样的真心，本来呢就应该把他也弄死，但是毕竟的蔡家树呢是属于这个徐树奎尸案的这个首告，所以呢他可以取保获释。由此一来，你想皇帝都亲自啊说他的名字了，这位把徐氏宗族害得家破人亡的这个蔡家树呢，他最后也没得到什么大便宜，人家徐家那些大田地最后啊都没入官府了，他也没分得一亩。而且日后呢，他毕竟被皇帝点过名啊，还是日日时时啊处于清廷啊地方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华阿玛这个称呼对不对呢？我们看好多清宫剧，那些皇子啊格格们啊称呼他们的皇帝父亲都是称为华阿玛。那这个称呼到底对不对呢？阿玛是满语，也就是父亲的意思。在满语当中啊，如果父亲是皇帝，那称呼什么呢？称呼为韩阿玛。所以我们看清朝这个前期中期那个奏折或者正式文档当中啊，那些王子给他们的这个父皇，给他们的皇帝的爹啊写这个奏折吧，都是称为韩阿玛。那皇阿玛有没有呢？有，那是在晚清。因为晚清啊，这些无论是皇帝也好，还是那些满族这个王公也好，都是完全汉化。在日常生活的语境当中啊，如果用满语称呼那些皇子啊，那些格格啊称呼他们的皇帝父亲，一般呢也是和别的满族老百姓一样啊，都是用阿玛这个词儿呢来称呼。说完了阿玛，咱们再说额娘。额娘这个词儿有没有呢？真正满语对母亲的这个称呼发音是什么呢？是额妮。所以说啊，宫中那些这个皇子也好，格格也好，称他们这个作为皇后的母亲呢，就应该是韩额妮。由此推之，皇额娘呢也是晚清完全汉化之后啊这样的一种称呼。
今天呢，就讲乾隆皇帝时代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文字狱——尹家全案。绝对这个文字狱让人啼笑皆非。我们通过这个案件呢，最终得到的感受，倒不是对这个清朝啊、这个皇庭，还有这个乾隆帝，他们这个处心积虑搞文字狱，并不是说啊，就对他多痛恨，就这个个例啊，而是对什么呢？而是对这个文字狱的主犯尹家全这个人啊，就感觉到这个人太无事生非了，太滑稽了。你对他啊，说句实话，你最后就同情不起来。尹家全这个人呢，原本啊，完全可以在退休之后安享晚年。但这个人呢，闲极无聊，无端端的，就像那个一向神经过敏的乾隆帝呢，讨赏讨封。最后呢，他得到的结果是家产被抄没，著作被禁毁。而他披松肉锦的老脖子上呢，哎，又多了一根绞索。尹家全这个人是清朝的官员了，他的原籍呢是直隶博野县，哎，就是今天河北保定，就是现在的博野还属于保定。举人出身，先后呢，做过山东啊、甘肃啊那些省的什么司道官员吧，后来调入中央，升为大理寺卿，就正三品的官儿，属于清朝的九卿之一。按理说，你说尹家全也曾担任过类似这个中央的最高法院院长这样的职位，绝对见过大世面，不是那种一般的地方的食古不化那些腐儒，跟那帮人绝对没得比。尹家全呢，在清朝担任大理寺卿的时候呢，曾经负责过稽查觉罗学，也就是他以大理寺卿这个身份啊，负责清朝的满族贵族子弟的啊那些人的那些孩子们的教育工作。显然呢，他又精通满文，所以说他应该是属于那种深受啊清廷信任的这样的官员。哎，当时他如果不是所谓的道德文章过硬，估计啊，他也通不过当时清廷对他的审查。乾隆皇帝当政时期呢，尹家全还奏请清廷，就希望那个旗人子弟啊，同那些这个汉人子弟一样，读那个典籍小学，就是这个满语的小学。哎，乾隆皇帝挺高兴，批准了。总是觉得啊，自己对大清贡献挺大的，因此这个尹家全在工作繁忙之余呢，他还特别在意那个学校的课本的质量，就编成了一本《小学大全》这样的书。小学这本书呢，原本就是宋儒朱熹编的一本针对这个封建帝国时代吧那些儿童教育的课本，哎，主要是文字学，总共呢有六篇啊。这个内篇呢有立教、明伦、敬身、集古，就四篇；外篇呢有家言还有家行两篇。尹家全呢，他注释这个小学，所以他写这本《小学大全》呢，写得挺卖力的。在原有基础上啊，他又增加了什么考证、释文、获问各一卷，后来呢又增加了后编两卷。我们想一想，这是给满洲贵族子弟的授课课本啊，而且还是满文编的。尹家全这个人呢，倾注了一生的这个心力吧，尽其一生所学，对这套书呢悉心编著，还教学相长，绝对啊可以说他这一辈子都献给了大清的这个教育事业。乾隆46年，就公元1781年呢，乾隆皇帝巡视五台山，他回城，这不驻跸保定吗？哎，尹家全就知道了。但这时候尹家全呢已经离休了，正在老家河北博野那享清福呢。那么作为朝廷退休老干部，离休老干部，尹家全呢就想通过参加当地的这种接驾的盛典，再荣耀一次，顺便呢拍拍乾隆皇帝马屁，还再讨个什么御笔赐字什么的。回到老家，把这个赐字刻成匾额，挂起来再显摆显摆，在族人面前又能威风一次。但是他感到特别灰心丧气的是什么呢？一打听，在入晋皇帝的名单当中呢，竟然没有他自己的名字。我们要知道，对于尹家全这种封建时代的退休官员，
最怕的就被人遗忘，啊，特别是呢，怕被朝廷和皇帝遗忘，不甘寂寞啊，老头在家中挥笔如飞，马上呢就先后写了两篇奏折，都是呢以孝敬他父亲尹惠一为名义。第一封奏折呢是为他父亲请谥号，第二呢是为他父亲请求从嗣孔子，也就是说呢请求皇帝把他父亲尹惠一和清朝的名臣汤斌啊、范文成啊、李光地啊、什么顾八代、张伯行这些人一起啊，全部都从嗣孔子庙。尹家权的父亲尹惠一有名吗？还挺有名的，他是这个清朝啊一代名儒。尹惠一呢，正牌进士出身，他是雍正朝的这个正牌进士出身，历任吏部的主事、扬州知府，还有河南巡抚，啊，包括什么江苏学政啊，这些都他都干过。这个人呢，这个人品还确实不错，上实行博空言，啊，重身心轻文字。当时那个大儒名儒方苞都对的这个尹惠一啊倾心敬服，啊，对他这个公职弟子之礼。而尹惠一呢，老头都71岁了，还不辞辛苦，风尘仆仆的呢，为这个大清朝廷在江南啊，这个负责那个监察考试，最终呢死在任上。尹家权他上的奏书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就是不甘寂寞出风头。实际上他自己也知道，啊，乾隆帝的不一定批准他的请求，但最起码呢，哎，我都上了两份奏折了啊，我为我父亲求谥号。啊，求从嗣孔子庙，这个我就大孝子啊，我这名头就有了。所以呢，尹家权就派他自己的儿子先把请谥的奏折送上去，接下来啊又把请从嗣的奏折也送上去。你看，他还不是说写一份奏折，他两份奏折，就是为了引起乾隆皇帝对他的重视。而后呢，这老头自己待在家中，喝着香茶，闭目养神，坐在书房里呢就静候佳音。乾隆皇帝路过保定就驻跸休息啊，那保定有个著名的莲花池，还梅老师去过好多次，他在那儿赏玩之余还挺勤力的，平时大臣们啊这个给他进的那些这个奏折啊他肯定都看，一本一本的看。很快呢他就看到尹家权的这个奏折了，啊，知道他是保定地区的啊现在的这个退休官员啊退休老干部，还挺仔细的，拿到手里看了又看。一看呢，上面写这样的内容：大理寺卿臣尹家权跪奏，妾臣服毒上谕，养心殿暖阁恭宣皇祖圣训有，孝为百姓之首，不孝之人断不可用。朕每日景仰天宇煌煌，实为万世准则。钦此。此曾圣朝孝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吾皇上御极以来，世德作求，常以维持风化为先，务兴贤作孝。被载于御制诗初级内，尹惠一孝其母而母亦贤，年70余，告请中阳，师以赐之，令母多方训，余家无贤言，修封成所立，百姓此为尊，明授挥笔礼，考字翠一门，尤闻行宪日，每问几平反，颁发课本，宣召中外，凡在读书修行者，莫不观感兴起。臣为尹惠一之子，十思事宜事训，犹不能忘。伏念臣父极力保定之伯也，葬于故乡31年，久已论定，而幽光犹待时发。今幸翠华西巡，经临保定，过化存神，行庆施惠，扬起特恩，辅照鹿龙，其格外与世之力，即以御制诗内字样，赐之谥法。用召圣主授考做人，九道化成之据点，是堪垂万世准则，匪都臣家之私荣也。为此历成具折奏，肯扶起皇上锐剑施行，臣不生姬妾待命之志。从上述尹家权这个奏折当中就可以发现，乾隆皇帝给他爹尹惠一啊，就他爹还活的时候，还给他爹，啊，做了一首御制诗赐给他，就彰显着尹惠一啊他孝顺。孝顺他妈的这种作为，如今呢，尹家权他不知天高地厚，厚着脸皮，就希望呢乾隆帝再赐个谥号给他父亲，而且还指明，啊，明明白白的就要求这个乾隆帝啊，
以从前御制诗内那种夸赞的语气呢，挑个好字儿给他父亲来个谥号，这种请求实际上就挺过分的，难免呢会使这个乾隆帝呢就会发怒，大发雷霆。你想何等人物，你作为一个臣子，一个退休的治世的这样一个老臣，哎，你还上个折子让朕指定我干这干那。于是呢，也就是在当天，乾隆46年3月18号，乾隆帝就在尹家权那奏折上用朱批批复了几个字儿，语气挺严厉的。于是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负私情，孤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换矣，钦此。可见呢，写这个字儿的时候，乾隆皇帝已经生气了，但估计他脑子里啊还记得尹家权的父亲尹惠一啊是个孝子，而且那老尹那父亲呢也是曾经的为我们大清鞠躬尽瘁过，所以当时就没有发作。命运这个东西呢就是捉弄人，比如说如果当时乾隆皇帝喝口热茶，或者转身和陪伴他的美人多说几句话，岔开这个事儿啊，再处理一下别的公务啊，心情可能就会转好，这事儿可能就过去了。但乾隆皇帝呢工作狂，跟他爹这个看奏折的时候那意思差不多，所以说他看完一本又看下一本，结果你看他巡行的时候呢，相对来讲奏折不是像平常他在北京这么多，结果下一本又是这个尹家权的这个奏折，就派他儿子成帝的那第二份折子，这两份折子连一块儿的。没看之前呢，这乾隆皇帝就有气了，就他对人烦啊。结果看了这第二封奏折，乾隆皇帝就更怒了，这次是真怒了。尹家权这厮啊，哎，在这第二份奏折当中，竟然希望呢给他的父亲尹惠一，要求把他父亲的牌位呢放到孔子庙里，还作为清朝名臣来加以祭祀。乾隆皇帝这个时候就愤怒，大笔一挥，把这个茶杯往炕脊上一顿，就在尹家权的奏折上朱笔写了几个大字，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你看话里话外已经把这个尹家权啊当一疯狗了，大肆狂吠嘛。封建时代皇权威吓，办事效率这是皇帝关注特高，乾隆皇帝的几个大字朱批下来，当天的军机处就有反应，马上奏折呈递，大臣们表示了一定即刻严办着尹家权，臣等遵旨，将尹家权所进二折交行在大学士九卿阅看，据三宝等贵称，尹家权身列九卿修治家居，乃不思循分守法，则欲为一故父奏请赐谥，实属谬妄，蒙皇上念其为父私情，批示宽免，已属恩师格外，乃复有奏请，将义父从祀孔子庙一折，丧心病狂，实出寻常意料之外。尹家权如此狂悖，不斥天夺其魄，臣等阅看之下，不生害意，自应重治其罪，以彰国宪。这个奏折呢，我们可以在军机处的那个档案里发现。于是呢，当时那大学士英莲亲自带头开始严查沈家权。一行人呢马上迅速行动，本来当时人就在保定，离博野就特近，翻天两掌就去了，到了尹家权家里翻箱倒柜，查抄了这个尹家权的老家，包括他在北京的家产。那个当时那直隶总督袁守同啊特别的上心，就在尹家权老家博野吧，就得把尹家权的家里啊翻个底儿料，祠堂啊、义学田啊、寺田啊、房屋啊，甚至包括尹家在齐州点买的房地，以及在礼县和人合伙经营的当铺，全部查清封存，但凡跟他们家有关系的家产全部封存了。此外呢，这直隶官府还在尹家权老家宅子里呢搜出大小46箱书籍，全部封存，而后呢派人专门送到北京，交给英莲这帮人呢一并查处。英莲也知道乾隆皇帝这个人对文字特敏感，不好敷衍，特意精选了通晓文艺又查办过禁书的他的这样的这个属下，就类似于这个老文人啊，严加细查，而且呢
还派出数名在职的翰林院专家，陪同自己呢关门，一张一张，一页一页，一个字一个字看。对尹家权他家里搜得那些藏书呢，挨页细看，目的呢就在于查出可能存在的任何的这种悖逆之语。这些官员呢效率还特高，到了3月22号这天，尹家权他所有的书籍呢全部都归档了啊，全部啊都在受审查。英联是这样奏称的：陈查尹家权家中各屋，搜查有书大小311套，散书1539本，未装订书籍一柜，法帖册页65本，破字书58卷，书信一包，计130封，书版1200块，诚如圣谕，恐此内有狂妄字迹，失策不可不逐细查阅。臣当将各屋所有一切书籍聚一注一室之内，使其便于检阅。但书籍甚繁，非一时即能查清，必须逐一细加翻阅，使不至或有疏漏。臣已专派翰林王仲瑜、汪如藻一等通晓文艺人亦详慎，亦曾查办过书籍之事。臣督同该员等逐细检查，并令臣衙门主事玉成会同办理。似查明有狂悖字迹，另行具奏，合并声明。我们先前也讲了，这尹家权他不是普通的一般的清朝的官员，他是有深厚家学渊源的，而他本人呢又是清代挺有名的这种大儒吧，因此他们家里的藏书啊都是好书经书，而且他本人呢自己又爱写书，所以说尹家权仅他自己撰写的编纂的这些书就80多种，加上由他注解，比如说他给别人写的序，这些书啊林林总总加一块近100种。在大学士英林的亲自检查之下呢，他手下那些人详细阅看，最后呢竟然从中发现了130多处所谓的悖逆文字。那么这些文字到底是什么内容呢？我们下集接着说。清代有个太监节，我们都知道孙思邈呢是唐朝的这个医药大家、医学家，从明朝开始呢孙思邈就被尊称为药王，而到了清朝呢，老百姓对于孙思邈的推崇啊更是达到了顶峰。根据《乾隆京城全图》这本书记载，当时的老北京城内城外这些地方啊共有大大小小的药王庙啊10几座，而且呢还有专门祭奠孙思邈的日子。什么日子呢？据传说啊是孙思邈的生日，就是阴历4月28。在这一天，老百姓呢就为这个患有疾病的亲人啊祈福，就希望这个病人早日康复。而紫禁城内那些太监们呢也一直有个传统，就每当4月28这一天，这些公公们不管有病没病，但凡能抽出时间都要去拜祭这个孙思邈。根据清末有个老太监叫张福的，他就回忆，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节日，是4月28日，相传这天呢是药王爷的生日，我们是供奉药王的，到这一天我们相互呢祝贺吉祥，大概是纪念我们净身后痊愈的日子吧。大难不死，我们相互之间呢是真的还值得祝贺的。清朝的太监们之所以有这种拜祭药王的行为呢，也是因为古代医疗技术是非常落后的，即使到了清代，阉割手术的死亡率也非常高。清代官府呢有专门的净生机构，就是归内务府管理的慎刑司，但一般的穷人老百姓他没钱啊，而且路途遥远啊，他们的子弟要阉割主要是靠那些地方民办的一些小医院来进行阉割，而当时那些地方的这种阉割场所呢基本呢都是家庭作坊式。说句实话，这个阉割的手续和那个阉割牲畜也就差不多，因此呢在这种地方阉割当时那种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那些能够活下来的而且呢能够入宫的那些太监，他们就觉得当初他们能活下来肯定是呢药王保佑他们。